被拍到那位是好朋友吗？好朋友吗？曾经是好朋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180，然后家里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就是冥想一下。但是如果这些没有的话都没有关系，要记得爱我就好了。好的，我等你等了好久。哎呦，性感的，可以哦。最后一个。对，你是红队，所以就是如果是等一下我刚问到如果是被拍到的话好啦，对啦，那就直接讲了吧，我就不用吃了嘛，因为我刚刚是突然这样子啦，就是他说他住桃园，我突然想说，对，他前阵子好像有一个被拍到的新闻，然后是出现在桃园什么住家还什么，就突然想到这个词了。对，所以被拍到那位是好朋友吗？好朋友吗？曾经是好朋友，过去式哦，过去式了，哈，该不会是见光死吧？说来话长，但是还没见到光就死了，这样。因为我们当好朋友很多年 了，对，就然后从大概高中的时候，但是他跟爸爸妈妈的关系都也都很好，对的。为什么说那个时候就不是好朋友的状态？但是他还接我，是因为。还没有让爸爸妈妈知道，然后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生日，对，然后妈妈就跟他说，邀请他来，叫他，对，请他来家里，然后一起切蛋糕什么的，长辈开心。对，那天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演唱会刚结束，然后结束的时候，他有来看演唱会，然后看完之后，我们。临时有就一个就是要庆功，对，所以我也不知情，然后我们就是先去庆功，然后那天妈妈就是她其实没有跟我说要切蛋糕什么的，对，她就是只跟她讲，没有跟我讲，对，她就是叫她一定要把我接回来，她怕我不回来这样，对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庆功完，然后还凌晨2点，然后她送我回去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切蛋糕，所以才会有那一幕，对，那个对，我就是怎么突然有点伤心啊？为什么会很伤心？就是年份很长的话，会觉得啊，但是没有，他还是好朋友啊，就还是好朋友，对啊，还是会联络吧。可能近期不会，真的，但是就是还是需要休息一段时间，对，再联络才能真的是成为。好朋友嘛，真正的朋友嘛，对，我是不希望说可能还有什么任何的可能，然后就让他们知道，因为这样对大家来说也很不好，对，所以我是希望说是真的等事情确定了稳定了，那再告诉大家，我觉得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，对啊。他奶昔什么都没有被拍，对啊，太会防狗仔，没有啦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姐姐可以帮你介绍啊。可以吗？下次四年一见。他很需要我真的很需要。我只介绍乖的女生跟乖的男生。好，那我们先讲一下理想型好了。理想型，对，有没有什么个范本？我理想型的话，就是外表，我喜欢高的男生，多高？180以上。然后我看见我交过好像都是偏单眼皮。好啦，那我想问，因为你刚刚那样讲有点。太虚渺，就不然做演艺圈或是球员，有没有哪一个是比较你的理想型，比较接近的？先长相，演艺圈就是看好戏，演艺圈就是许光汉啦。哦，大家都阳光啦，还是阳光运动型？好啦，就是许光汉那种。好啦，好，那我跟你说，加油。我也要。看来是没有，看来是没有。理想型，理想型。我也需要吧。好啦，我也需要。那你的理想型呢？理想型会不会是 Travis 那种？是哎，对，就讲到 Travis， 我要问你，就是之前有网络上吗？还是不知道谁跟我讲过说你们两个是在一起，有这个绯闻的，有这个事情。没有，我们有在一起过，真的没有。
我上次在问他的 Chavis 在求在我们队上的人设就是、嗯、每一个都可以，他是他是皇上，我们是我们是后宫，对，我们是后宫，他是阁啦，对对对、嗯哦、所以哦，所以是因为这样子不是真的在一起，没有真的在一起了、哦、滥用公权啦。阿乃琪不是那个吗，最近单曲对绕圈圈，嗯嗯嗯，男主角如何？应该说为什么会找这个当男主角，是你钦点他的吗？就是说我要这个因为我有看到那个有个报道是说他自己砸50万吗？对，我对自己砸了50万出了这个单曲、哦、对，所以真的真的应该是音乐加拍 MV 加选角，选角选角嘛，没有到只加选角，加选角，但是这个年头大概45，对这个年头50万已经算大制作成本了。不是，因为我中间拍摄过程很艰难，真的，就是因为我第一次拍摄的时候就是下大雨、嗯、对，是遇水则发、啊、会发的，嗯，所以希望，所以歌很好听，真的很好听，谢谢。但是因为就是那天下雨，然后所以就有几个场次没有拍到，嗯，然后多一笔费用，对，对啊，所以就更多的钱、嗯，对啊。然后那个男主角的话是他是我的大学的同学，就是他是真的完全是友情演出的，所以谁选他，没有什么机会、哦，因为是可以友情才找他，是这样吗？哦、没有啊，他也很专业，嗯，对。我也要被问，你还是没问我。哎、对耶，对耶，你不要跟他讲他理想型。我可以先告知啊。好了，你理想型啊，也是180吗？不要，哦，不用了。我身高没限制，不要比我矮就好。我好像其实要求不多。要笑起来好看，要笑起来。好了、啊，你直接讲说就是比较接近的新演艺圈艺人或什么的，有没有？我喜欢。有反差萌的人，就可能外表很帅，但实际上很娘爱。对对对对，就只对，可能只对我可爱，或是只对我怎么样之类的。对对对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唯一觉得，哦，这个人有吓到我，是那个那时候那个剧叫什么？就是拿那个韩剧，李道什么？李道宪，李宪道，李道宪，李道宪，就那个医生，那可爱，对，很喜欢。但他很高哎、欸，他有180以上，没关系。他说他不限身高，高的也可以，小的也可以。对对对对对。还是我们给他们一个人30秒的那个独白时间，跟你们未来的。未来老公说的话，来，好，我们奶昔先来，两三二一 ，Action！ 老公，不知道你有没有180，然后家里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就是冥想一下？但是如果这些没有的话都没有关系，要记得爱我就好了。啊可能就是找到后面那个爱你的那个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三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暂停一下。我真的不行，拜托，要我说什么都可以。突然就觉得很尴尬。Few moments later。我等你等了好久。所以你这个要过来，生气。好啦，那最后呢，想要问说你们。如果不跳啦啦队，接下来有没有想对自己对未来的梦想？我可能会想去考个教练执照。我想说哪一种东西？哪一种教练执照？考个串烧啊，最好是潜水的。有没有那潜水的或是滑雪的？哦，因为我最近刚喜欢上滑雪，就还蛮喜欢的。那哪行呢？我的话，如果不当啦啦队的话，我可能还是蛮喜欢米虫。哎、欸，沙发米虫，没有包租婆比较好吧？可以啊，包租婆，以后当包租婆养你们。难怪50万，没有吧？看吧，没有，他深藏不露，真的没有，真的，我真的没有，我已经没有钱了。你说隔壁那栋是不是你的？哪一个？隔壁那栋，隔壁那一栋不是我未来老公的。好啦，我们节目最后有没有两位最近有什么作品要宣传的吗？奶昔有单曲吗？还是要不要唱一小段给大家？唱一下，唱一下。我在老圈圈，只能老圈圈。
反正你只会关注你喜欢的球员，在绕圈圈又在绕圈圈，却害怕我的冷漠结果让你误解，在一切消失之前能不能主动一点。我想绕圈圈，怎样都不对，在矛盾的烦恼之间。Yeah! 好甜好甜，喜欢。好啦，那但是在我们要结束之前，我们当然不会那么的轻易放过你们，好不好？那所以就是我放个什么，例如我们最近在跳跳卡丁啾啾啊，哦，脆啦脆啦，行喽，你们两个一起跳啊，一起跳，一起跳，好啦，各自这样子 ，OK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来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舞蹈。哎呀，四个包，五六七八。好。古装的风格，1、2、3、4，民俗舞蹈风格。三，哎呦，性感的，性感的，性感的，可以哦。最后一个包，哦，准备准备啊，太厉害了！哎，撑场撑场，我全部给你跳完，可以可以，好开心，开心，四个八了，差不多了，好，我们要换齐妹哦，啊来了。师妹，哦，师妹 go， 快快快 ，go， 嘿，我可是肉色的，哇，哎呦，没了吧？我就想我们的声音都比那个音乐还大，对啊，完全听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慈妹跟奶心。有机会的话，记得去听听我们奈希的单曲《转圈圈》。还有最近也有出那个写真嘛，今年写真桌历，写真桌历，那大家记得多多支持。谢谢大家。慈妹后续的活动呢，也记得请大家多多的 follow， 欢迎也去球场看他们呢。好，我们是姑娘放肆，如果你有想看什么题材或者有什么意见，记得下面留言给告诉我们，记得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